这个黑椒鸡丁饭一定要试试，拌的蛋黄吃简直了，人间美味。用带皮的鸡腿肉更好吃，这样把肉剪下来，像我这种勤俭持家的还会把骨头留着炖鸡汤。考验刀工的说来啦，剃下来的鸡腿肉切成小丁，此处插播一条切洋葱丁。鸡丁用调料腌制30分钟，总觉得现磨的黑胡椒才是有灵魂的，记得用小胖手给它抓抓匀。调个料汁，把所有调料放在一起给它拌拌匀，这样一会儿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洋葱丁炒出香味来，这个起司也太好看了吧。倒入鸡丁快速炒散后，加上调好的料汁，改小火不多5分钟，撒葱花，来个做作的鸡蛋，完美。鸡蛋记得要用无菌蛋，不然生病了不能吃肉，我可救不了你啊。我用了3个鸡腿肉，正好做了这么大碗，不说了，开吃吧。